You about to see my life change. I make the means justify the ends. I make the cream materialize. Keys to the ring. I'm called 曲景瑞，然后我跳舞呢，这个艺名叫 Jerry Q， 然后我从来自银川。然后主擅长跳 break popping， 然后呢，但是我特别喜欢那个 hip hop 文化，然后我跳舞一共大二跳的，然后大概大二、大三、大四，有五年多了吧，快六年了，差不多。我的名字叫张超，我今年25岁，然后我的团队是叫 EM， 然后我是陕西人，来银川这边7年了。我是2005年的时候接触的 hip hop， 接触的舞蹈。我叫 Max， 然后是我涂鸦的时候用的 tag， 然后来自宁夏。真正接触涂鸦是在2005年、2006年的时候。然后那会儿还在学美术。其实更早开始了，更早我们就只是听音乐，但是后来慢慢的，97年过了以后，我们就有一点能力，就说想，因为喜欢这东西，所以说几个人在一块儿，能不能创造一些这种氛围。这个是我刚开始喜欢，这个是日本的一个组合叫 Electric Trouble， 他是跳 hip hop， 当时我觉得啊，太帅了，太酷了，觉得哇，这个太好了，然后我就去学，就是先是在纸上画，画的有一天憋不住了，买了几瓶漆，把学校的墙给喷了，喷的乱七八糟的，然后当时感觉挺好的。现在不能看，经济和这个东西特别挂钩，因为刚开始传入中国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新兴行业，我感觉 OK， 好像经济好点的国家和地区发展都特别快，比如说美国、法国、日本，对吧？然后中国，比如说中国当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台湾就比大陆发展的快，香港也比大陆发展的快，然后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就北京、上海、广州。但是我们已经经过了一个10多年的一个时间，所以我们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做 party， 一直做 party， 就是原来是每个星期做一次，只是为了我们自己有一个能玩的地儿，能施展这东西的地儿。然后慢慢的，北京的 club 文化，还有它酒吧街的文化慢慢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这种文化被应用到各个 disco club， living house 这种地方，比如说牵扯到有一些影响，就是我们去表演啊，去街上 freestyle， 这个都是一些对人们的一些新的影响。哎呀，就大家懂得不多，然后大家懂得不多，然后大家都是那种初级的，就是不太懂这个历史，然后大家都觉得就是说互相，你像我在这儿音乐放开了，懂的人他会去做这种感觉，他觉得啊特别嗨，但是他们就是这样，什么一点都不 funky。老百姓，反正在我们棚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会有，大部分都是比较抵触的，但是通过解释，你跟他解释说明以后，都也觉得能够接受。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比自由更吸引人了。我觉得 hip hop 给我带来东西就是更多的自由。就是你想，你人在一个社会待着，可能有很多规矩和体制，这个说需要去束缚你或者约束你。那你跳舞的时候，可能这个音乐，你这个
就在这个空间里面你是相当自由的，你怎么着都可以。在宁夏这边的涂鸦气氛不是太好，因为人太少了，加起来也就不到十个人吧，好多都还在外地，然后没事就会经常出去，去北京、西安、福建这些地方，跟各个地方的涂鸦人做一些交流。有这么一个规律，我身边的人，就是我接触所有跳舞的，他在前两年的时候接触这个舞蹈的时候，接触这个文化的时候，前两年的时候显得特别痞，特别小流氓，感觉这样不这样的话就不叫 hiphop 了，就不帅了。然后两年过后，或者到四年六年的时候，或者说再往后走，因为我自己的武林也才五六年啊，跟十年的都 dancer 前辈们比不了，就是可能人往最往后走，他反而会谦逊下来，就是原来那些坏毛病就没了，可能他是真正了解到这个东西的所在了吧。原来 hiphop 吸引我的不是这个装酷，可能他可能真的吸引了他的舞蹈或者他的音乐或者他带给我的一些感觉，给人的视觉冲击力吧。然后还有去做这件事的时候的感受，就是因为画的话，画完之后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成就感，然后加上如果是老百姓公众看到他以后对他的态度有一个反馈的话，我们挺喜欢这种感觉的。但是现在呢，我还是不能达到那种状态，就像他们那种 popping pee， 就是他们那种状态是什么，就是这种状态，就是不管周围发生了什么，只要音乐在这里，你在这里跳舞，你就能就是完全的进去，根本就不会在意周围的是什么情况。我现在还没有，现在我比如说正在跳舞，吧那边有什么事儿了，我可能还要注意一下。Hip-hop 是一个知识，我们就看我们自己喜欢这些人怎么用这知识。如果我们不好好用这知识，我们只是利用这个知识去换取我们应该得到的东西的话，那这个东西就毁了。毁的是谁？毁的是我们后边喜欢这些东西的人。其实就是一个现实和你这个所谓的这个叫梦想吧，现实和一个梦想的一个这个叫什么呀，这个叫博弈吧。有些朋友没坚持下来的原因是因为感觉自个儿就是这个东西它在专业上没有到很高的位置，然后吧这个东西没有办法给他一定的保障吧。一般像城管也会管，巡警也会管，然后一些热心民众也会管，罚款，先得把墙给刷回原样，然后就带走罚款嘛。所以有时候一般像有这种宣泄情绪的时候就选择炸街嘛，就是晚上凌晨大半夜背一书包骑，然后在街上就是做一些破坏性的涂鸦。先这么跟你说，我不怕对着任何一个摄像机，我可以跟你说这句话， hiphop 不能给你赚钱。我做了十多年这个，我没赚过钱，我赚钱的唯一途径就是给别人做广告，给别人做音乐，给别人演出，这就是我唯一赚钱的途径。我做的每一场 hiphop 都赔钱，可是给我这些赔钱的这些 party 一直到现在这么多人，我告诉你都赔钱，可是给我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